我们今天下来呢，我们要以这个剧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啊，这个小孩到成年到这个壮年啊，妈妈对你的这个情感的这个交流，妈妈心里面啊，在不同的孩子的这个阶段，妈妈都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呢？呀，我们先从小朋友的阶段来看看妈妈对孩子的爱。天下的妈妈是不是都一样呢？下雨咯，妈咪，我跟你讲哦，跟你讲很多次了。哎呀，下雨，你不要来，哎呦，生病吗？你就担心，你不要来孤找我，那都要给我朋友看到我这样大了，还妈的来接我放学，我很丢脸，很露鸡，很哎呦，羡不羡慕嘞？怎么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你看别的，你看孩子都是下雨，他也是出去啦，自己出去啦，哎、自己回啦。妈妈关心你了，走了，我们回家去吃饭。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将来哦会打怕我所有的 planning 的嘞。有什么 planning？ 那你要来之前你也没有 WhatsApp 我，那你可以加。哎呀，妈妈没有手机啦 ，WhatsApp 啦。什么年？哎呀，要省嘛！现在疫情这么困难哈、哦，不要到处去走了，我们走了，回家，回家吃饭。妈，你听不懂什么叫不可以噻？我已经约了我的同学嘞。谁？你同学是谁？我的男同哦。同我的同学，谁呀、啊？哎，他咯。你留班很多年了。啊妈咪，你不可以这样讲我男同学。妹妹，我看这边，我就看了很多。留班很多年，他真的这么明显？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 library 的嘞。他讲那 library 没有人，他带我去 ，OK。他跟你。两个人去 library， 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女孩子家不能乱跟男孩子去 library 的。哎呀，你不要哈、哦，等一下 primary six 就搞成大肚子哦，啊、很不好嘞。哎呀，真是，
不不不不不啊！回家我妈妈煮了饭给你哈。No no no，要回你自己回下雨给他下雨。我有 school bag， 我可以当小的。我今天呢，绝对不会跟你回去。我要跟我的男同学去那个 library 哈。哎、什么大肚子？哎呦，你妈，你在可以讲这种话？哎呦，你自己 set 到、啊、我回家再见啦。啊、哎，小芬，你不要走，妈妈煮了蛋炒饭，饭炒蛋，炒蛋饭。哎呀，你回来吃吗你？哎呦，这样浪费！现在疫情这么困难，我们要省的吗？哎呦，真的很担心你，女孩子家不能随便随便的跟男人出去那个哪里 library 哈、啊，是没？哎呀，我就是当年没有听我妈妈的话，中二就跟你 library 聊。小芬，小芬啊！哎，大家看到没有啊？这个六年级啊就开始叛逆。哦，这妈妈呢？这个淋着雨，拿雨伞，撩好伞啊，来这个遮雨，怕他被雨淋到。可是小孩子呢，不这么想，他觉得说，妈妈来学校，他很丢脸，哦，他已经长大了，不需要做妈咪的宝贝了啊。所以有很多这个六年级的学生呢，都喜欢自己独立啊，都喜欢自己啊。自己来自己回家、哦、那妈妈家里煮的饭不好吃、哦、她要去吃麦当劳对不对，那要吃快餐呀，那这个妈妈给她零用钱她也不存起来、在那边乱花把它花光、哦、所以这个是每一代都发生这样的事情、啊、当我们小时候我们是这样，可是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也是这样、哦，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他因为他还没有成熟的思想，所以他只是想做他自己开心的事情啊，但是父母亲呢应该是要做一个榜样啊，那这个父母亲就是孩子的榜样，那你做什么孩子就做什么啊，那如果是孩子不听你的话，哎呀有可能你自己要检讨一下啊，你过去可能有做了什么事情让孩子呢心里面哎对你不服气。Yeah,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的小朋友、啊、是，那小朋友你们也要知道哦，如果有看节目的话、哦、这个要省钱哦呀，妈咪家里面煮了饭就要回家去吃饭好不好，不要去外面乱花钱啊，现在疫情啊经济都不好呀，这个钱一定要省着花啊。